哇，好多人啊，快来快来，好热闹啊，好热闹，快看，你们说今天这么多弄潮儿，谁会赢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三届冠军画牛儿了。我不这么觉得，我听说有个叫刘柱的人更有希望得冠军。可是画牛儿三届冠军呢。就是我觉得年轻人更有希望嘛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哎，这位官爷，你支持谁呀？你支持谁呀？你支持谁呀？画牛儿当然是刘柱了。画牛儿，刘柱。话说这两位到底是谁呀？三届冠军，后起之秀。不，这个运动倒是挺热闹，可是你们有票吗？哎，快快快，比赛开始了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看比赛开始了，我去给你弄一张。画牛儿，谢谢。画牛儿，刘柱，支持刘柱。哎呀，这运动果然火爆，人这么多，这哪来一个座儿呢？潘娘，潘娘，潘娘，哎，这位军爷，您见我女儿了吗？这么多人，您上哪儿找女儿啊？这么多人都是来看热闹的，只有我是来找女儿的。您见我女儿了吗？您女儿怎么了？官爷呀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要怪就怪那些个弄潮儿，引得多少姑娘是排着队的要跟他们私定终生啊。我听说这女子都钟爱勇武之人，看来这项运动其中应该有我要找的人。官爷，哎哎，官爷，哎，给您弄着票了，谢谢，跟我走吧。哎，告辞。官爷，官爷，您见，官，这丫头肯定又是来找刘柱那小子了，看我不收拾他！爹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来这儿参加比赛呀。胡闹！你一个姑娘家来凑什么热闹？姑娘家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打小在这江边长大，我水性极好，今天呀也想为了这报仇来拼上一拼。那个臭小子有什么好？你就非得为了这个渔人周子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还不是爹爹你，非得讲究什么门当户对。要刘柱拿出重金聘礼来，要不然就把我许配给他人，不然刘柱今天也不会为了我在这江里拼命。我这不是为了你着想吗？咱们就不说这个弄潮场上高手如林，你们不一定能拿冠军，咱们就说这个罗刹江的风浪变幻莫测，稍有不慎就万劫不复。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子就葬身这个深渊了，你怎么办？能在罗刹江立潮头的人是全东京的英雄，更是我潘娘的英雄，我这辈子非刘柱不嫁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就非得拿你的婚姻大事去冒险吗？对，我今天就陪他冒这个险。潘娘，潘娘，刘柱，潘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瞒着我偷偷报了名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是怕你担心，我不是有意瞒你的。我也要参赛，为了我俩的幸福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，我也要出一份力。潘娘，你信我吗？我信你啊，可是我没有其他本事，翻江倒海就是我的本事，任凭他对手有多强大，今天我定能胜了他，拿着赏银风风光光娶你进门，我得让他们看看，我刘柱这辈子定能护得住你潘娘。我信你，给你。这太好看了，这定是江上最显眼的那一面。你放心，
任凭风浪再大，我绝不会弄湿他半分。潮来喽！弄潮喽！弄潮喽！潮来了，我去准备了。刘柱，你记住了，我不要你赢，我要你活着回来。放心，有你这面旗护着，一定会赢。你就在那儿等我，潮落了，我就回来找你。我等你。虽然有些遗憾，刘柱输了比赛，但却赢得了爱情。我想，这最可贵的大概就是弄潮儿精神。回头啊，我要记下来，要嘱咐月老把这根红线牵得牢牢的，来成就这一番美满的姻缘。而我也希望这人间的弄潮精神代代传承，生生不息。